大哥真是个细节怪。我想念着你的气息，想念你说的我爱你，就是这样一次次无法忘记。你是我稀缺的氧气，没你再不能呼吸，这是我最害怕的距离。沙哑的 beat， 沙哑，翻来覆去好几遍，不小心碰翻了温热的咖啡杯。醒来时候的情节循环多少一个年，所有的结果都是时过境迁。抖音。